那30万块钱，我死都还给你。还啥还呢？咱俩都一家人了。婚姻大事可不能儿戏呀。你啥意思啊？要不还钱，要不结婚。你现在跟我耍赖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是一般炮。咱俩来个交杯的。我刚才吃多了，我要拉肚子了。那行啊，走，来，我陪你。给我解开呗。不行，我没法整啊。哎呀，咋这么多？我没法拉呀。跟那姑娘在一块儿，少奋斗20年。哎，咱不能将就将就啊！胖是胖了点，听雨长得好看。磕碜是磕碜了点，听雨品味好，气质佳呢。你不容易，就这姑娘。给我30万，你给我3000万，我都找不到地方下嘴呀！不如赶紧跟我回去吧。